但是你到时候到这边之后你就回不去，你就一直飘出去了。我飘出去是浪花了呀。回头看这边。回头。你不要这样回头好了，他们在照，等他们回来再照。我正在摄影哎、欸。小包，你帮我拿一下这杯子。好。现在是左边比较幅度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是不是右边要再冲一点？从后面看。好，他们是四十号。不是，他们是往那边。还记得？还是因为你爸爸坐。已经转过来了。还是因为你爸爸滑坐，他可能靠这边坐，靠这边坐所以有点。是啊。他要稍微要调整一下，你可以左靠左，你靠右一点，他就会很烦。它只是一个充气船而已。老外就接那个一个小的，随便一个那个什么游泳圈就让户外晒太阳。哦，然后那个有个 ball 有没有？那个你看那个有个它那个是可以站起来的，它是一个板子而已。然后一般人是就是站起来这样。